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星期天12月15日，是我们的第十四个晨练日。今天是9点多，然后昨天是晚上是拉肚子，起来拉了4次，可能是吃什么东西吃坏了，给拉得很没有劲儿，所以今天睡到了8点15，现在已经到了9点多了。但是为了坚持9点10分，就是为了坚持不放弃嘛，所以我们又起来了，我们又起来了，我们又开始了。开始了我们穿越。又开始了我们的穿越。看弯弯曲曲的渠，沟渠，这样的沟渠，然后我们上来，没有路啊。没有路，我们要走出来，碰到蜘蛛网了。碰到蜘蛛网了，哦，头上全是蜘蛛网啊。看到露珠，现在这个时候还是有露珠的。今天天空比较晴朗啊。今天天气比较晴，就是走更远的路，看更好的风景。现在我们的 iPad 上也是充满了蜘蛛网，它是在处在一定的高度、一定的海拔，它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你看今天天气晴朗，然后我们能见度很好，看得很远。今天是早上吃的燕麦粥，加上春卷儿，春卷儿快吃完了，加个鸡蛋，今天忘加蜂蜜了。然后下的河南烩面，还有意大利面，然后两个组合到一块儿，中西合璧。很多朋友就是中西合璧，炒的是炒的菜是中国菜，吃的是洋面包，很多都要尝试一下。然后看了这三天看的是主持人大赛，然后看到第三集，觉得一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形象去阐释一个崭新的自己认识的家乡。人是最主要的，就是这个时代是不同的人，最后不同的人创造了不同的
历史。还是很想走在阳光里啊，走在阳光里，让我们走在阳光里。看，有阳光，拍出来景色就会很美。好了，我们成功了。看看这个景啊，多么的美好！远山的云，远处还是有云的。哎呀，走到阳光一晒，温度是不一样的，多么好的温度啊！太阳晒晒背很好，这是露珠，它一夜凝结成这样，然后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就以身寻情了。就这么的不同，然后我们拍一张全景，背晒着太阳拍一张全景，看着很好看，很漂亮。其实我们是可以静心一点的，静心一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去抒发自己想有的感情。所以人生是就是自己去干出来的，每一点不是你去想象，最后还是要付诸实施，要有自己的计划，要有自己的闯，勇敢去闯，才能有一片新的天地再展现出来。9:16，这是上教会的时间，看看多美好。
美好的景色。看这树，多么的浪漫。我们可以看到灿烂的光，然后看到美丽的景，灿烂的光，很美。就站在这太阳下面，就站在太阳下面。漂亮，我们拍了一张能看到这种景色的，能够记录自己锻炼的、沉淀的。所以，无论我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都要寻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路吧，属于自己的路，这是我们的路，我们的付出，然后会感觉很漂亮，很棒。会感觉很棒，感觉很棒，很棒。看，多漂亮。我们要记录自己的生活，记录自己的人生。当你站在高处，当你站在低处，无论你站在什么地方，你都要把自己的能够做到的去做，去一一把它实现。在朋友圈里，有海内的朋友说，真羡慕你啊，能够到世界的各地去转一转。其实心中，大家心中都是有梦想的，都是有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，想要完成的去圆的一个梦，可以靠自己的努力，加上机遇去实现它。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自己要投自己吧，要投，就是让自己去学习，自己去成长，去接受新鲜事物，虽然有时候是很困难，但是你一旦去把它装备到你的身上，像一个铠甲，像一个衣服，能够装配到你身上的时候，那时候它就能够展现出来它的价值。你今天能够站在这里，是因为你昨天的努力。明天你将站在什么地方，
是有你今天的铺垫，今天的铺垫去这样做，去这样努力，这样的听这个微风，看这个初冬，秋末初冬，看这个景色，看远方的山云，大海就在我们的附近，我们看到大海可以看到我们的故乡。今天是12月15日，是我晨练的第14天，一起给大家分享，就像一个陪伴一样，每一天有自己的分享，把前一天以前走过的岁月去一一去分享出来。教会敲钟了，敲钟它是9:30，估计现在是做礼拜的时间，礼拜的时间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再见，拜拜。